头比拼。哦，我是空空，今天和饼干一起给店里招揽客人。哇！哟哟哟！哦，我们要不要也试一试表演？好呀。这首曲子不简单，看似搞笑，实则很有内涵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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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如此感人的朗诵？在配合二胡的萧条之音，妙啊，实在是妙啊！真是太棒了！哎，人是招来挺多的，可是我开的是快乐玩具店，怎么大家都在哭呢？只要打动人心就好，不要在意细节。哭，慢慢。